我的骨折摔伤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开门出去给在日本的朋友买点伴手礼寄过去，就是前两天来我家做客的中日夫妻艾美丽，她那天来我家，因为母亲节我婆婆约了我们吃晚饭，她当时带了伴手礼来我家呢。做人得要拎得清，所以的我也给她回份伴手礼，有来有往比较好。我这个人太没心意了，反正每次来这边买东西都是买这些，给朋友家寄一盒这个过去，铁罐。すいません、これを一個ください。あの25枚の。25枚。上次我给表哥送的是这种大的铁罐的，它里面就是这种吃的啊，饼干一样的，镰仓特产。忘记了带现金出来，现在来便利店取点钱。刚才取了10万日元，现在来菜市场买菜。在日本这边菜市场很多地方都需要付现金的。这个菜市场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感觉。这个是不是户子呀？我怎么感觉像户子呀？以前我们老家用户子做那种汤，很好吃的。我买一个看看，看看是不是。这个叫水果番茄，一盒大概有小20个左右吧，不到70块钱，还可以。再给我婆婆拿一盒，我婆婆也爱吃番茄。车厘子，车厘子是颜色越深越甜，还是越粉越甜？这个我都不太会选，拿两份。两个苹果20块钱，大家都说日本的苹果是出了名的贵。今天这个韭菜特别便宜，一份大概3块钱人民币，买了6份。再买一份西瓜，今年还没吃过西瓜呢。哎，すいません、スイカも。一共买了2大篮，这还是第一次在菜市场买东西，买了9000多日元。要是能手机支付就好了，方便。ありがとう。现在带杨翔来我婆婆家，刚好走到半道上遇到我婆婆了。杨翔每天都要从幼儿园里面带一些这种东西回家，然后呢，我们在家里要当成垃圾再给他扔掉，每天乐此不疲。我婆婆的防晒意识很强吧，都快80岁的人了，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全部都有。何が匂いがするね。玉ねぎだ。ああ、なんかね。お母さんこれ、果物と野菜。重たかったね。大丈夫。白いちご。あれも入ってる。スイカ。わ、すごいね、スイカ。今日ね、ニラが安かった。ニラ安かった。一つは55円ぐらい。99円。じゃあ私半額で買った。今ね、ニラ使うから。うん。ヒロ、你在干什么？你到了这边你就看 iPad 啊。ヒロ、じゃあ後でママ帰るね。もうスイカ来た、もう。これはさくらんぼ。で、これ、お母さんね、多分このトマト好きだと思う。フルーツトマト。高そう。いいよ、これが。あ、シューがいい。あ、私まだ食べてない。2箱買った。今日トマトと卵と炒めようと思ったのだ。あ、ニラも入れるけど、またニラ入れようかな。だな。すごい。硬い。硬い、そう、もうちょっと。赤いけど硬いね。うん、もうちょっと置いて、ね、うん、甘くなると思う。もっと。ありがとう。うんうん、大丈夫。大きなものばっかり。いいえ、大丈夫。ヒロ。誠大丈夫だったの？すごく酔っ払ったよ。なんか気持ち悪い。うん。外で吐くだから。下でソファで寝た昨日。外でね。うん。吐くと明日掃除、雨が降ればいいけど晴れるから、うん、家の中で吐いてって。だっておそもう外で吐きたいって言うからダメって家の前は。ああ汚いわ。汚い、掃除が大変って言ったの。うん。もう家入って。こんにちは。久しぶりです。お久しぶり。现在我要把给朋友买的这个东西呢寄走。这日期是到6月22号的，
这个呢，明天就能到朋友那边。하도사부레와가마쿠라노다이효노네오카시오카시그우야기도못듣게여러군데네응오지와오지사오버이들오버이들오버이들오지사오버이들에자마다하이하이他问我姚翔现在长高了没有，我说叫姚翔出来打个招呼。现在接海渡，他补习班已经下课了。到了车站这边了，但是没有看到海渡，我就在这里直接等海渡好了。好像看到他了，看到他了，他来了，一路小跑过来了。我的大宝贝，打开。为什么？你看到我了吗？是啊。那我们就出发回家了啊。嗯。等人照。嗯，去奶奶家，妈妈送你去奶奶家吃饭。等一会儿到后面的车子先走。今天你怎么样学习？哦，社会100点。哇，这么棒。社会的话，社会的话，你每次都是很棒，考得很好。嗯。那还有别的吗？嗯，还有理科。理科怎么样？理科是71。71，理科就得有爱呢。いや、これでもクラス1で。啊，是吗？嗯。大家好，我是海渡。我是妈妈的大宝贝，谢谢大家。那妈妈的小宝贝是谁啊？杨超。爸爸是妈妈的什么呢？老公。你知道啊？知道。晚上少吃一点饭了啊、哦！现在已经很晚了。几点啊？现在8点半了。我的今日学校里说中文。不知道的。怎么说？我学校里有衣服和那个鞋子都忘记了。你今天因为是今天我想的星期四的然后我就放在学校了。这样的行为是什么？笨蛋的行为。妈妈的孩子的行为。这个时候就是妈妈的孩子了啊。是是。那你很聪明的行为的时候是谁的孩子？爸爸的孩子。是妈妈和爸爸的孩子。我知道。